现在隆重的请我们的神秘嘉宾上场。好，各位老师来晚了，来晚了，大家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各位老师们好，老师们好，您来了，但是您来了比我们来的迟，是的，所以得罚酒三杯。哎呀，好，味道怎么样？ 我也舍不得让你喝酒，那喝什么？喝醋，山西醋啊！山西演员为什么嗓子这么好？就是喝醋的歌。哎呀，那一定要喝呀！